盘点武侠剧中的十大奇葩武功，口嗨仅列举其中几项，除此之外还有哪些，欢迎一起探讨，创作不易，请点赞支持。第十名，葵花宝典，出自《笑傲江湖》，由前朝太监所创。众所周知的是，葵花宝典练成后身法快如鬼魅，出手如电，令人防不胜防。黑木崖一战，东方不败正是凭此功夫压制人我心，令狐冲等人毫无还手之力。而这一武功的第一奇葩之处，便是欲练神功必先自宫，其次是练成后人会变得女性化，而且女性化程度越深，功力就越强。不过葵花宝典大家都比较熟悉，论奇葩程度只能第十。下面口嗨再给大家讲几种更奇葩的武功设定。第九名，双手互搏，出自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周伯通被困桃花岛密洞所自创的绝世武学，能以双手施展两种完全不同的武学，关键诀窍就在于分心二用四字，双手分时两般武功，威力顿时倍增。而修炼此门功法的根基就是能够做到一手画圆，一手画方。按理说这种武功必须是那种聪明绝顶的人才能修炼，可偏偏相反，双手互搏只有心思单纯或者说笨的人才可以修炼，比如郭靖、小龙女就能练成，而黄蓉却不行。第八名，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，出自天龙八部，灵鹫公主天山童姥的看家武学。天山童姥依靠此独门绝学和生死符，用极端狠辣手段控制36洞72岛近万妖魔鬼怪。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源自不老长生功，但与之不同的是，唯我独尊功每30年就要返老还童一次，期间实力也会大减，需要每日修炼，一日就是一年，还需吸食鲜血，而这就给了仇人复仇的时机。第七名，金刚不坏神功，出自天下第一，天之怪侠两大成名绝学之一，古三通凭此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程是非凭此打逃曹正淳，硬汉最终反派铁胆神猴。金刚不坏神功的奇葩之处在于一生只能使用5次，当然最后我们知道这是古三通的恶作剧。而其另一点奇葩之处就是发功之后变身小金人，铜皮铁骨，刀枪不入，无敌半个时辰。在很多武侠剧中都有金刚不坏的设定，可没有一个是人真的变成金色，况且这持续时间，蛮王那5秒真男人是不够看了。第六名，摄神大法，出自布衣神像，心魔的看家绝学。这门武学十分可怕，正如它的名字一样，在精神上攻击，能够控制别人的心跳，扰乱对手的心智，可以令人见到平生最可怕的景象。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阴暗面，那么谁都会有恐惧，当这种恐惧被放大10倍、100倍之后，令人因心跳加速死亡，就算是李布衣、赖耀儿也不能幸免。这个设定就已经很独特了，别提后面的更奇葩。第五名，赤沙掌，出自布衣神像，由魔道人士所创的最强武功心法，将巨翅练爪与铁砂掌精要合二为一，至阴至毒，但威力惊人，一掌就能震碎人的经脉脏腑，因从未有人练成，所以一直鲜为人知。武林盟主沈星南本身武功高强，但他还是忍受不住这功法的诱惑，偷偷练习。而这门功法的奇葩之处在于，只要修炼了就不能停止，停止了就会走火入魔，即便是继续修炼，至最后修炼者也必然会走火入魔，所以这门武功是无论如何都会走火入魔。第四名，玄心奥妙诀，出自剧版《倩女幽魂》，是正道人士为了对抗七世怨侣天魔冲七煞时所创造的一门绝顶武功。不同于大多数武功的是，这门武功的心法是倒着写的，因此玄心正宗的宗主金光修炼后走火入魔，而且这武功与赤沙掌类似，也是一旦修炼就必须修炼一直练下去，中途停止就会走火入魔，而修炼到最高层的时候就只能出一招，便是同归于尽，这是一门一定会死的武功。第三名，归元秘籍，出自新仙鹤神针，这门武功修炼后实力大涨，且具有起死回生的功效，如此厉害的武功一般都会很难练，然而归元秘籍却不是，它堪称最容易练成的绝顶武学，因为想要修炼只需要把它吃下去或者融入自己的身体就可以了，吃下之后实力大增，至今练成神功。在剧中曹雄吃下一半的武功秘籍就能功力大增，无惧雷霆，而蓝海平则被雨水把另一半的秘籍融入体内，他就可以起死回生，实力足以抗衡曹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上个厕所这门武功还有效吗？第二名，天玄北斗阵，出自强剑，类似于武当的真武七阶阵，全真教的天罡北斗阵，需要7个人一起才能修炼的剑阵。然而奇葩的地方在于，这个阵法最后居然被剑圣北唐傲一人练成了，这还是其次，这门武功总共有7式，只要练成了前6式就足以天下无敌，如果不知足想要更进一步将第7式使用出来，那必定会自毁而死，真是相当奇葩，不知道当时的创作者是如何想的。
第一名天蚕魔功，出自电视剧《凡人杨大头》，又名《绝命鸳鸯》。天蚕魔功是一门非常奇特且深奥的内功心法，它创立纯属意外。少林弟子在修达摩心法时走火入魔而产生。天蚕魔功一共有九遍，每经一遍，功力便会倍增。当九遍完成后，已经是开始功力的512倍。如此强悍，自然会有一个更加强悍的修炼要求，那就是必须要死一次才能经历一遍，也就是说要死九次才能练到天蚕魔功的最高境界。想想都十分可怕，万一死了或不了呢？还有哪些你觉得奇葩的武功？欢迎和口嗨讨论。